真好吃，谁还吃？关晓彤吃。但我们要每个人想一个名字，不能自己的名字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！你先起一个，你先起一个。刘罗锅，刘罗锅，刘罗锅吗？好，可以，刘罗锅。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。那我古力娜扎。我叫陈明吧。那我叫张咪。龚琳娜，小彤，小彤。斯嘉丽·约翰逊。不行，四个字儿，四个字最多了。那就斯内普行吗？快点吧，大厨他们都困了，生气。抱歉啊。斯内普。玉梅呢？你斯巴达吧。斯巴达克斯三百勇士。我腾格尔行吗？可以可以，来吧。好，开始。香牛肉面真好吃，谁来吃？斯内普吃。斯内普吃完觉得真好吃，谁来吃？张咪吃。张咪吃完真好吃，谁来吃？迪丽热巴吃。迪丽热巴吃完真好吃，谁还吃？古力娜扎吃。古力娜扎吃完觉得真好吃，谁来吃？斯巴达吃。斯巴达，腾格尔。腾格尔。我想照顾一下别人，但是他什么时候改名了？斯巴达呢？斯巴达是腾玲姐说斯巴达，我后来他是腾格尔。杨洋表演个节目，杨洋演段戏吧。杨洋，杨迪，杨洋，我输了，你去演。我输了，你去演。杨迪，你选个影视剧桥段，找个人跟我搭。那要跟我搭吧。哎，你主动请缨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，那就小童吧，《庐山恋》。呀，《庐山恋》本身就是很经典，我们要认真演才行。谁要演那一段有全中国第一次吻戏的那个？好像是那段哈。好像不是吧？我们一块去玩好吗？我就看呆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耿华，你呢？周云，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？东守岩。你这是？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？那我们就从这儿走出来呗。对，你们主要是当年那个感神态啊。你有那个神态。好不登对的一对。闭嘴，我没有说话，没有说话。哪有这样的观众？再来一次。我们准备一起去玩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耿华。你呢？周云。你明天准备去哪玩呀？龙首岩。一块儿去吗？什么表情？去还是不去？非常的愿意去。第二天，龙首岩好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还是昨天那事儿啊？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？好恶心啊！哦，演得好好哦。这一段真的就是。程程最近演那个电影《门锁》。